在心中藏台湾魂，怕麻烦人，凡事都自己来。瑞典大家都知道嘛 ，IKEA DIY 国家嘛，我们当然就是很怕麻烦别人。朋友啊，台湾人来我家玩桌游三四点了，然后没有什么车有什么，他就去 Seven 睡，他就是觉得怕麻烦了、啊，不想麻烦别人。你怎么认识那些好的台湾人？什么意思、啊？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